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肉包爸遛小孩》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台盐通宵的金盐厂观光工厂哦。太阳非常的大，一定要记得喷防晒，不然真的会晒伤。太阳好大呀！你现在吃的是蓝藻冰棒，感觉有放一点点盐，然后它里面有加了一点葡萄干，所以会有葡萄干的香气。耶，吃完了。其实它不算好吃，可是来这地方逛，其实是可以买来吃看看，因为它味道是蛮特殊的。不会太甜，然后带一点点咸，口感比较滑顺。喷防晒，爸包越晒越黑了，变黑爸包。火爸包，妈妈喂你吃 wasabi， 温温的 wasabi，
wasabi 偷刀，好吃吗？哦，然后生气，然后发飙。蛮不错的体验，它就是有提供一个河道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泡泡脚，然后温度差不多三四十度，就是温温的，然后因为它是海水，所以会有一点点咸咸的，除了可以去角质啊，然后活络气血之外，它也是一个消暑，就是不怕小孩子会感冒，因为其实这边有一点风，所以它那个温水如果让小孩子在里面泡其实是蛮舒服的，就不会怕说风太大小朋友会感冒的问题，因为水是温的。而记得要带两套衣服，因为这一次就只有帮爸包带衣服，结果没有带到我的，所以变成说刚刚那个被喷水池喷到水就身上已经湿了，所以下次如果要来玩其实可以带一点衣服来换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开车，我们准备要离开这里了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间叫千鹤餐厅。好，那个烫起来中等好不好？你爸是多大人吗？嘿，爸爸烫两下的哈。吃饱了，炒面蛮香的，可是有一点油油的。还有我们吃什么？我刚刚吃什么？吃很多哎，吃丝瓜炒蛤蟆，然后还有炒饭也好吃，炒饭有点油。铁板豆腐，红烧豆腐，红烧豆腐也好吃。冬笋沙拉好吃。鱿鱼吗？嗯，鱿鱼，鱿鱼也很新鲜。它那个鹅啊汤的鹅啊很大颗，而且蛮新鲜的。大概这样吧，可是好饱，东西蛮好吃的，只是厕所有一点脏。如果厕所干净一点，就应该分数会比较高。是要回家的，可是因为太热了，所以来大甲吃冰品，一间叫美洲冰品的。这个停车场它非常的省空间。甲冰甲冰，金鱼有多大？这么大。
吃完了。它是用那个大甲芋头下去做，所以其实还蛮好吃的。我们是点红豆芋圆牛奶饼，它的芋圆蛮 Q 的，口感很好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它那个冰的话是用那种我们家里那种一块一块的冰，然后打碎下去做的，所以变成它融很快，其实有一点感觉像是在喝甜汤，不是像一般传统的那种大冰块下去削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大冰块下去削的，因为它削出来那个质地会比较绵一点。很小小是唱片，很小很淡呐。凤梨酥、芋头酥豆。因为我们吃冰的地方刚好离那个大甲的观光夜市很近，所以就直接来观光夜市这边买一些晚餐回家吃。人好多，好热，回家了，耶！